你用咬的、啊，很香吗？嗯。有啊，很美啊！没有变色器，很美。最新型的眼镜。这里的人的妆都很浓哎。哎，这好喝哎。嗯。会不会做胡椒哈？菇类。不错。一你用咬的、啊，你就直接插过去咬。这样，好吃吗？嗯，谢谢。沙糖。你的照片传给我。很香吗？嗯，很香啊！赶快吃！你要吃到这个黄黄的。然后这样刮，搭配巧克力。是这边吗？是不？这样就是看电视的感觉啊，刚刚那样子就是很躺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吗？对啊，什么都是 Rosie 的通病，可以给 Rosie 又不一定进去，会你要给他做那个门帘，要做门帘。门帘。对啊。嗯。是这个。这个。只是要在客厅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是最舒服的。那个都很像的。很好啊，在后面放一个枕头就好了。这个是不是有人体工学？你说看看。那、no, 这个不是屁股吧？哎，很挺哎、欸。可是那个是我全躺。这很挺，这也可以转哎、欸。这太大了，我喜欢这个，脚也可以放在这里、嗯、这个这样哦，哎，放这里可以哦，然后脚放这里，这个跟那个红色的，这有别的颜色吗？哎、欸，高背的就蓝色，哎、啊、呦，矮背的是灰色。灰色就是我们那边做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这可以。这个跟红色的。不是。这个客厅。可以哦。嗯。就是。直接丢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对不对？嗯。这个就比较小哈。对。刚好哎、欸，一个小板，哦，它也可以转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是要睡觉了耶，对，那个就是完全好啊，躺下来，宝宝会在这边睡觉，宝宝，不要了，那个，我还是喜欢这个。在拍那个沙发，哪一个？
你要给我放 YouTube 吗？不行哦。哎，它这个是蛮酷的。对劲。不是有一点矮吗？对啊。为什么要长这个，长这个样子？可以看得到里面吗？可是这感觉很烫哎。哦，这里，这里就不会烫了？不会，是吗？我们不是有，我又不是有一个透明的盖子。嗯，它再怎么再那是什么牌的？它再怎么煮哦，这里都不会烫，这边都不会烫。来，医生。今天主要就是来这边看椅子，重点是逛街。你是要躲卡、啊？你都给我放 YouTube， 拜托、哦。近拍近拍，拍一下你的耳环。好，三二一。过这种，就不用一不用一直买滤纸啊，这个就好了。看，随便一个杯子就，关就完了。它水不会从这边落吗？它会顺着这个下去，从这里下去。哦，是啊。是粉色咖啡，是咖啡色，旁边是粉色啊。哪里？那如果是黑色粉身，就是复方，就是两种味道很像。啊？多是打会遮这个风啊，会很热哈、哦。不会，因为山上很冷，然后那个风吹到耳朵会很痛。是。你的手机拿好远。老啦。谢谢收看我的频道，记得分享影片，下次再见咯，按赞订阅哦，打开小铃铛，再见，拜拜。